秀了这副肖像，望你在嫁入尘渊之后，可以圆了你尘渊恶煞的心愿，你可还喜欢？送都送了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啊？弄成这个样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头。别这么说，无论多远，我们都能相伴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姐姐都支持你。想什么呢？没事儿。我的伤很快就能痊愈。我说什么都不懂。你知道吗？无论是初入尘渊遭人非议，还是开医馆受人爱戴，